又是你！误会，这都是误会，你先放了我。殿下，是不是有刺客？我不是刺客，你赶紧放了我！殿下，月旦屏上就是他，他曾数次盯着衡梁，四是早知道那衡梁有问题，还有可能是那伙贼人的同伙。瞎说！ 要不是我救你们家殿下，他早被砸死了。我盯着那衡梁，是因为就那一块是干净的，其他都是脏的，我疑惑罢了。好心救的，还怀疑我，真是狼心狗肺。你究竟是何许人？衡京令之女。那你数次乔装打扮，意欲何为？王爷想听真话假话？现在还敢说假话？不敢。 就是王爷方才看见那样，我是来偷您的礼衣的，简直是不知廉耻，什么不知廉耻？我是那天救了王爷，跟他发生了口舌之争，特意去找了大师问的人，就说了，要找到他的一件礼衣给烧掉，这样才能解除怨恨，所以我才以身犯险的。神口铁算，还需要别人指点迷津？你是那日的蒙面人？ 你不是早就知道了，何必在此装腔作势？我知道我现在的所作所为看起来十分可疑，但是苍天为鉴，真的只是巧合。再说了，我是衡京令之女，跟你无冤无仇，何必呢？通知傅大人，来领人。你别告诉我家人。